唱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。随后，习近平登上山东舰。习近平了解舰载机飞行员工作生活情况。习近平前往驾驶室，同官兵亲切交流。我是副班长杨英南。不笑，我是操作班班长梁华仲。习近平在航舶日志上郑重签名。习近平在码头接见了航母部队官兵代表。经中央军委批准，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，舷号为17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、军委机关有关部门、南部战区、海军、海南省以及航母建设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仪式。